它这个是我们那个以前灯塔很重要的这个文物，像那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，他们有专家来啊，他们就说这是十九世纪在整个台湾的一些遗迹。带着游客们认识灯塔内的文物，东莒岛灯塔是全国最偏远的二级古迹，是马祖东莒岛必游景点。我们东莒岛灯塔是建于1872年，清同治11年，是因为这个鸦片战争的原因，所以开放这个五口通商而盖的一个灯塔。我们跟这个东引是二手这个闽江口。这个灯塔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室，它是我们看到我们要爬上去的话要有一个小小的楼梯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英式建筑的一个特色。那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其他灯塔没有的，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全国就是唯一的这个防风墙，他们一开始建的时候就盖了这个围墙，是因为我们这个马祖地区它我们这边的风很强劲，所以它要提着灯上去的话怕被吹熄。东北风的话我们就躲在这个左侧，然后就可以 躲掉那个风。塔身的话是 19.5 公尺，那很特别是我们的塔身是这个花岗岩结构，它就是全部都是 石头叠起来的。我们的透镜大小的话是所谓的二等灯，是140公分的这个然后棒形结构，光程是表定是 16.7 海里，是所谓的旋转透镜。我们目前的话它是靠一个灯泡然后去聚焦，然后产生三道光弧。为什么100年来就是四响这样一直转，为什么它不会坏掉？因为它里面装的是水银，那水银是什么东西？是比重最重的一体，所以基本上是半浮。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，就是我们曾经历经过战火，所以上面有一个弹痕。当然，马祖今年最夯的就是蓝眼泪。大炮连距离灯塔约300公尺，就是看蓝眼泪的好去处。蓝眼泪的话，它形成的那个时间呢，就是大概是在4、5月。那每年的4月28、29、30这三天，我们连续拍了好几年，这三天都会有爆亮的时间。那我们拍摄的话，光圈的部分呢要调大，呈现的那个画面会越漂亮。那再来就是 ISO 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先用高 ISO 去构图，高 ISO 然后去拍秒数，30秒左右。从当年的战地政务时期蜕变，靠着战地风情推动文化观光，又有蓝眼泪加持，来到马祖得放慢脚步，感受不一样的美。好啊，再来。怎么现在才看到苹果台？苹果台全新上线，6月18日